这个礼拜不用工作。所以不用担心，我们有时间解决这个意外。这就换回来了，好像是。还是你来吧。物业例行检查没有问题就走了。鹏鹏，我们换回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我们换回来了，他现在是余生生。嗯，我们真的换回来了。你们俩耍我的吧？真不是，我们刚刚一不小心就换回来了。哎，那你们俩这次随缘随挺快啊。是啊，前两次都是好些天才换回来，焦虑死。哎呀，变回来了就好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哦，今天磁场好像不太对，保险起见，你先走吧。好。我先走了。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